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四黑旗。上一集我们的最后在补之前都忘记看了资料库，这一集还有几个动物我们把它看完。座头鲸已知叫声有极为复杂的序列与逻辑性。座头鲸是体型较大的鲸鱼，可达19公尺长。它们会依照季节从两极集体迁移到赤道。卷尾猴，就是之前我在杀它的时候，地图上明明就标示了猴红，结果它杀掉的是卷尾猴。可以在整个中南美洲发现，卷尾猴的身体较小，但拥有高度智慧。它们几乎什么都吃，坚果、水果、小鸟、青蛙以及蛤蜊等等。许多海盗都喜欢把它们抓来当宠物，现代人则把它们训练来协助小儿麻痹患者生活。《神鬼奇航》里面那个巴博沙船长猴子应该就是这种猴子。杀人鲸，18世纪的水手称为逆戟鲸。杀人鲸或是欧卡，是海豚家族的一部分，以致它们能够凶猛地捕食海豹、海狮甚至其他鲸种。它们如同狼般集体猎食，而且能够在全世界的海洋发现它们的踪迹。硬毛鼠，硬毛鼠为加勒比海独特的大型啮齿动物，大小各异，每个岛上都有可能演化不同的物种。通常人们在猎到硬毛鼠以后，会佐以洋葱、青椒、番茄、西红柿等等物品调味，或是加入蜂蜜跟坚果。我有个想法，何不在体验中道地的配方加到我们的资料库呢？红吼吼，吼吼有棕色、黑色、红色毛皮，红吼吼整个中南美洲都可以看到，那就只是红色而已嘛。美洲豹，西半球最大的猫科动物。美洲豹的特征是结实且强壮的体格与高度敏捷性。它独特的猎杀方式是直接将利牙嵌进目标的脑袋中。玛雅人相信美洲豹能够从死后的世界带来讯息。现在美洲豹的数量逐渐下降中，甚至有可能有灭种危机。黑豹，在美洲黑豹通常是指黑色的美洲豹，它们并非一个独立的物种，只是有着不同的模样与外貌。黑色美洲豹的数量比正常美洲豹约少 10%， 所以只是颜色不同，就跟红吼吼跟吼吼一样。又一个摩洛城堡，建于1589年，用来保护哈瓦那海边，抵御海盗跟外国侵略者的要塞。它坚实的建筑结构保护哈瓦那不受到任何侵犯，直到英国于1762年在詹金斯的耳朵之役中侵入为止。好久没有来哈瓦那了，应该是这一张吧。照这图看起来，在哈瓦那的最南边，靠近城墙的位置，大概在这附近吧。
这么小小的红色区块，应该是彼得·贝克福德收藏被我盗走之后留下来的。不知道他们还在看守什么。仓库哎，我上一次来这里想要拆警钟没有成功的时候，还不知道有仓库这回事。直接冲进去吧，居然还没有被发现，拿枪来玩一玩好了。那人怎么死的？我明明就没有做什么。虽然你的手没有放在对方的身体上，耶，我速度比较快。啊，有守卫朝我冲过来了。还有人啊！你的队友们都死光了。没想到在陆地上也会有暴风雨。哎，不对，刚开始就遇过暴风雨，是我太久没有遇到，而且又离很海边很近，所以才会有一种闪电打在陆地上的错觉。对，这个警钟我拆掉了，我在干嘛？再来就是把宝箱捡了。哎，刚刚好像有闪一下挖掘的那个，在这吗？对，我应该没有经过这边，应该在我刚刚经过的路上。
而且它标的也是很靠近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在这里吧。啊，有了。获得了一个新的传手相，那就执行来这里主要的目的，杀圣殿骑士的支线任务。It's Rona, right? Kenway, looking for trouble, I assume. So you haven't lost your charm. And you're still boozy as a swill tub. What do you want? I've come to warn you. Your life's in danger. Aren't you the crafty one? Whatever, give it away. Possibly I had a hand in selling a sensitive document to one of those Templar chaps I'm so fond of. Congratulations, your mission was a success. How can I make amends? You sober enough for target practice? Anything for a lady. Help me kill these men. Hear 到要杀人，马上就露出了杀气。刚刚还笑脸的。罗塔，你怎么倒在地上啊？你不是也是蛮厉害的刺客吗？哦，放火药桶。我放，应该还来得及再放一个。我放，我瞄准。哎，你为什么要踢火药桶？没关系，再一次，下次应该可以成功。这次我换一个好了，那个门太小，感觉容易踢到火药桶。瞄准。罗娜这个射击姿势好好笑啊、哦！Entrance! Fire at the powder keg! 你们有没有长眼睛啊？好好一个火药桶放在那边，你就要把它踢走。再一次。不相信你们每一次都可以踢到火药桶。为了避免再被踢中火药桶没有办法射中，我这次要直接按快速射击，就是直接射击，按三角形。耶，成功！
So, is this your new persona? Sir Edward of Havana rescues damsels in distress. And does it suit me, Mopsy? Better than your old personality. Really, Edward, why are you here? Yes. Well, there's a key. Most likely in the pocket of your Templar suitor. I need it. Really? And why don't you want this key for myself? Rona, I know you're no stranger to a man's boots, but the suit this key unlocks won't fit you. I'll tell you what. If I think of a chore that requires the help of an especially simple fellow, I'll let you know. 果然，就算这样，还是没有办法简单取得信任。我刚刚杀了满地的尸体，这没有问题吗 ？Yes, as I'm indisposed and my sense of duty runs deeper than my pride, there's a situation I hope you can investigate. Go on.Mind, I said investigate a situation, not create one. Yes, Mum. What is it? A rash of thefts and mischief. Seems too convenient it started at the same time as these bureau attacks. Could you see what you can find out around the market? A boozy swill tub like me. Are you sure? 等一下，他交给你任务，你还白目。It would be hard to get much lower than this. Until 什么时候你才能正经一点？哎，这是酒馆的标志。哈瓦那没有酒馆啊！啊，对，刚开始那个啦，主线任务的时候打的那个。这么快就找到了？哎，怎么开始跑？等一下，等一下，我还以为是窃听之类的。Los rateros se arremolinan como mosquitos. Y su picadura va directa al bolso. Si fuera más joven, los aplastaría como los insectos. ¡Al ladrón! 我已经先知道你会跑了。就这样，那第二阶段也太简单了吧。要跑回去好远啊！哎，上不去。
你怎么就这样跳下来了？你怎么又这样跳下来了？Managed to nab a pickpocket. Slyboots had a map. Something about storehouses and gunpowder. I did some research too. It's clear as day. The whole operation's run by that Templar scoundrel Hillary Flint. That's the same name from the map. He's using pickpockets to run an arms race. Against who? Me. He's in the lead, I take it. Yes, but with your map, we can destroy his weapons stores to catch up. Let's waste no time.所以你要一起来吗？我没有，我还以为他会一起过来。居然有两只，那么多人看守。我要被谁看到了？不管，我点了，我要跑了。好像翻过这个墙就会碰到火药桶那我偷偷进去看看，搞不好可以不用被发现有人看到我，一支枪兵吗？射杀好了，稍微躲一下。看起来左边一支枪兵，右边两支枪兵。我在想，如果我稍微现身一下，他们都过来。然后我再偷偷去点火药桶，就像刚刚一样。应该可以了吧？又来一只，他往那边跑了，不管他。居然又来一只这个，我把它吹口哨引过来。哇，不妙呢！一次来两只。刚刚那边一排。不管怎么样。我先把那一只杀掉，应该就可以去点了。我只是想装个子弹而已，那需要吗？
啊，最后一处。我看不管怎么绕，好像都会被发现。我干脆就直接杀进去算了。而且后面还带了一支追兵。来吧。讨厌，一堆人在射击。哦啊啊啊！好险！然后对麦，哦。好吧，看起来要直接攻进去还是比较困难，因为上面都是枪兵的情况下，我很容易被射死。先爬离火药最近的地方，看起来比较容易看到我的应该就是这些枪兵了。我让他们睡觉。这样应该可以偷偷踩死他吧。诶诶，为什么不能踩啊？好吧，这一只莫名其妙不给我踩。我把其他守卫都弄睡着。不见了。哦，在这。那边四只让他们有人狂暴好了，这样他们就大概不会注意到我这。好了，从正门跑出去咯，大家拜拜。哎，哎呀，原本可以可能不会被发现的。看海盗人质，欸，我上一次这个海盗人质就是因为战斗的时候太接近，所以就被判定为我被发现。这一次我要离他有点距离的地方，先把卫兵打完。这样应该可以了吧？我只要让那两只射击的卫兵睡觉，就不用担心了。啊！啊！你什么时候冒出来的？讨厌，又是这样。可恶！我要找那个射我同伴的枪兵算账。
账也算完了，这集 episode 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见，拜拜。